己的双击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现在是亲子游戏时间啊！我现在呢，教我家孩子玩这个家庭超市购物游戏啊。来，我这头呢已经弄好小卖铺了啊，左边呢是2元专区啊，不是，右边呢是1元专区啊。好，宝贝儿，你现在可以拿你的零花钱来我这儿买你想要的东西喽。好，这是我家宝贝儿的这个存钱罐啊，里边有3块钱啊，宝贝儿，来你看啊，这个一个钢镚呢是1块钱。啊，这也是1块钱，这也是1块钱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钱，然后到爸爸这个小卖铺里呢，买你想要的商品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想好买什么了吗？你先告诉爸爸，你那儿有几块钱？嘴别沾着。有3块钱。哎，有3块钱，非常好。那你看看，爸爸这边的商品啊，都是1块钱的。你看你想吃什么呢？你想吃棒棒糖啊？那你就给我1块钱就能买这个了。哎，对了，给爸爸1块钱。哎，给爸爸1块钱啊，然后你就把这拿走了啊，这就是你的了。然后呢，你还有2块钱。然后这头呢是2元专区。什么叫2元专区呢？就是你要拿2个1块钱啊，买这头的商品。你是想买这头的呢，还是想买这头的呢？你要是想买这头的，还是花1块钱就可以买了。那你看看还有没有想，还有没有想吃的？这头还有火腿肠，还有安慕希，还有这个馍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刚才跟孩子玩了一会儿这个家庭购物游戏啊，这个孩子认识了1块钱啊，然后也选到了他自己想要的商品啊。然后还是很有意思的啊，然后让孩子呢从小就学会这个购物啊，你需要给别人钱啊，然后来换自己这个需要的这个食物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们宅在家都做点什么呢？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，咱们相互交流。那好，今天是我们唠的，就到这里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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